当李胜认真演戏时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马叔，不管叛乱者出于什么目的，结果却出人意料。我现在不在身边。于是第二次认真对戏。当第二次认真对戏时，我们家藏了一口气，你们终于嚣张！我操！我演的这么认真，我演的这么认真，故意讲，然后我。